闪亮登场。七号晚上，王世坚参加演唱活动，甚至秀一段拿手绝活。既然头号柯黑来了，柯文哲当然也不能缺席，甚至还被主办单位安排一场世纪婚礼。柯文哲先生，你是否愿意无论疾病健康，无论贫穷富有，都一生一世爱护守护着王世坚先生？勉强同意。一直以来都是王世坚送礼，这一刻柯文哲也说出心中愿望。这一次我自己要主动要求一个礼物，2024总统投我一票。愿望一说出，全场欢声雷动。脱口秀大咖阵容除了主秀王世坚，还有谢龙健、王静莹等人，而特别来宾还找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。韩国瑜还贴出合照，写下讲话尺度大到我这个神秘来宾都替伯恩捏把冷汗，甚至 hashtag 王世坚粉丝一起串联。王世坚这辈子啊，对台湾经济唯一的贡献。柯文哲王世坚死对头，难得在议会殿堂外再度合体，两人的火花也成了关注焦点。三立新闻谢君仲、罗佩宇台北采访报道。